在这边呢，它说 sum of the reciprocal of two number，OK，是160。sum of reciprocal 就是说 two number 那两个号码我给它是 x y。sum of the reciprocal 是100x 加100y，会是等于160。然后我全部一起乘 6xy，OK，6xy，6xy，6xy。全部一起乘的话呢，六六越 yy 越 xx 越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呢，它就会变成了6y 加6x 等于 6xy。然后他说 product of these two numbers 是四减48，所以我的 x 加 x 乘 y，OK xy，没有，这个是 xy 罢了，会是等于减48。OK，所以这一个是 equation one，这一个是 equation two。我 sub two into one 的时候，我就有6y 加 6x 等于 -48，我的 y 加 x 等于 -8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y 等于减8减 x，所以我的 x 等于零的时候，y 等于减8减零等于减8。来，你看啊，不可以。因为不可以，因为我的那个，不可以，因为我的 x y 等于零，不等于减48，所以这个不可以。然后我的 x 等于 e 的时候，y 等于减8减 e，然后它会变成了那个减七减九，一乘减九它也分不出啊，我的 x y 是减48，哦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这个 subtract 这一个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hree，我 sub 我的 equation thre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的时候，我的 x 乘减八减 x 等于减48，所以减八 x 减 x square 等于减48，所以 x square 加八 x 减48等于零，然后我在这边开括弧。等于零，xx 四乘12，四乘八加减，x 等于四，然后 x 等于减12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 sub 进去的时候，我的 y 等于减八减四等于减十二，y 等于减八减十二等于四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sub x 等于四，sub x 等于减十二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的，就是说我在这一边，它是100减12，然后加100减140的时候，它会变成160。然后我的那个四乘减十二减四十八，四乘减十二减四十八，OK，然后就是这样，OK，所以我的那两个号码是。减四和减十二，OK，所以那两个号码是，所以是四和减十二，就是这样。这一边呢，其实我还有另一种做法是，我把这一个搬过来，所以我就有6y 等于 xy 减 6x，然后把 x 抽出来，y 减6等于 6y。所以我的 x 等于 6y over y 减6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。所以我的 xy 等于那个什么的时候，我就那个 sub e into 2的时候，我的 6y over y 减6，然后再乘 y 等于减48，所以我这边就有 6y square 等于减48y 减6。然后 6y square 等于减 48y 加6848，6424288，然后全部一起除 6y square 等于 8y 加48，所以 y square 加 8y 减48等于零，然后这边开括弧。
四乘十二，四的话加减 y 等于四，y 等于减十二。哎，这样会更好，y 等于四，y 等于减十二。OK，然后过后再上，y 等于四上 y 等于减十二，x 等于六乘四，四减六，24的减二等于减十二。然后 x 等于六乘减十二，减十二减六，六乘减十二除减十八，然后六一六，三六十八，然后这一边就减减减四，所以它答案还是等于四，OK，所以它答案等于四，OK，所以它是四 n 减十二。